依家我只古拉已经七星啦，咁依家咧就嚟试下佢究竟有几劲抽。但一睇个 skin 已经不同凡响啦，因为乜都睇唔到，太闪。好，咁就放喺呢个位啦。哇，真系好闪！你哋要戴翻副超先得呢个位。冇啦，冇咁啦，乖啦，认真啲打机好唔好？哎，嚟啦，佢个分身出现啦。咁呢个分身咧就系呢个古拉屈机嘅地方啦。咁而且佢系可以间歇性不断咁样召唤佢嘅分身嘅。哎，你睇第二只已经出咗嚟啦，哇咁快，快过我爆石。跟住佢分身嘅血量成二千几万啊，亦即系话佢可以造成二千几万嘅输出。咁只要敌人嘅血量唔多过二千几万咧，佢就可以不断食咗嗰啲敌人。你睇你睇，系咁食嘅，疯狂食呢度，狂咁食。跟住佢自身数值都唔差噶，你如果冇入猪嘅话，好似都有三十八万伤害同埋七十永驻啊，唔错。最后再嚟 show 下个近镜俾大家睇下啦，八只古拉，哇唔得，呢个角度净系影到啲臭脚。